就他突然追着追着就不追了，然后我就很好奇你们女生到底是什么心态，就跟放生的那种感觉，你懂吗？突然就没人黏着我了。可是我也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耶。那我们要怎么样帮你联系到他呢？这个点他应该还在公司吧，我们可以去公司找他。你好，漂亮的小姐姐，请问可以参加一下我们的节目吗？不要了，我赶时间。参加一下嘛，我们可以免费帮你们清空。是不是在拍我？是的，我们是街头 KTV 的节目，如果你愿意参加的话，我们真的可以帮你清空购物车三件哦。真的三件可不便宜哦。是的，是的，可以啊，可以考虑一下。总有几段旧爱昙花一笑芬芳，环境这个声音好耳熟。梦的中央，我知道是谁了。每次回首间总留一抹惆怅，唱得还不错。拼凑填满半生浮想，不屑谁说经过远景有多荒凉。哦，我还是第一次听他唱歌，不知道他一会见到我会是什么反应。两款细数曾经，他声音蛮甜的，其实。梦中你还如当初模样，早知惊鸿一场，何必情深一往？昨日人去楼空，泪未凉。道不尽缘分无常，情如风过水淌，红尘难逃几次人手花黄。听这个声音我知道大概是谁了。是什么关系？普通朋友吧应该。 那我们想带你去见见他可以吗？我感觉今天有诈呀，这他约我还要我去找他，离谱了。哇，我现在好紧张啊，我一会儿要见他跟他说什么。他们应该快到了吧。早知惊鸿一场，何必情深一往？昨日人去楼空，泪未凉。道不尽缘分无常，情如风过水淌。今天我给你们两个准备了一份礼物，男生呢可以为女生选择一支口红，并且为她涂上。我看这些颜色都挺好看的，要不然就涂这支吧。这支也挺好看的，算你眼光还行。人家的手都在抖。来试一下吗？不用这样，它是有个头的，你看这样子长，可以吗？好。笑成这个样子是什么情况？是很丑，你干嘛笑我？没有没有，那个颜色跟你还蛮配的，显得我嘴巴很猪哎。你现在用的这个色号啊，是黑灯的一刻喜欢，是抖音上特别火的茶艺妆必备唇釉，很多小姐姐都在用这个颜色哦。觉得女生涂这个好看吗？好看啊，我选的颜色当然好看了。明明是我天生丽质，好不好？我想问一下，你们俩认识多久了？半年了。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？就我第一次面试的时候，我就刚好看到了一个帅哥。第一次感觉他瘦瘦的、小小的，然后就跟每天吃不饱饭一样。你说谁吃不饱饭呢？我吃的比你还要多。我第一次听到有男生这么去形容一个女生，那个时候就有一点想法，像那个时候有点生人勿近的样子，但是，哎，也不知道怎么说，就很想跟他聊天了。哎，所以你追了他追了多久？什么意思呀？我没有追过他，你今天把我叫过来就为了说这事儿？那你每天跟我聊天不就是这？我那是话多。那你每天跟我吃饭呢，让我陪你干这干那的。我闲的。还有你天天我去哪儿你都跟着我，天天黏着我，那不是追我是什么？这年轻人你怎么这么自恋啊？我谁追你了？就是疯狂的刷存在感，对吗？对。所以女生，好吧好吧，我追过他一段时间，我终于承认了是吗？为什么后来就不追了？其实这不是一个突然的事情，我觉得。我追他那么久吧也该有回应了，但是这个木头就是一点回应都不给我，可能还是当朋友比较合适吧。还有就是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 Hello It's me。 男生你知道他有喜欢的人吗？不知道。楠楠突然不追你以后你的心态是有变化吗？就刚开始几天还好了，然后到后来就感觉他不在身边了，就有点不习惯，没有人每天就吃饭了聊天了。所以你就习惯我在身边烦着你呗。早知惊鸿一场，何必情深一往。我没有空。不好意思，然后请问你
请问你单身吗？我们想邀请你参加节目，你先回答我是不单身吗？是是啊，所以你是想参加我们节目的吗？单身就是喜欢那种高高帅帅那种阳光的，会打篮球那种。高高帅帅啊，可以去帮你找来。带我，请问你要先唱歌。小哥哥你好，想问一下你们单身吗？不单身。我单身。哦，你单身是吗？你有了解过街头配对吗？哦，我不要。单身吗？对啊，我单身。可是我看你的手机壁纸好像是一个女生哎。她是我喜欢的一款女孩。甜美可爱类型的是吗？对啊。那你现在方便参加一下我们的街头配对节目吗？现在没什么时间，我约了朋友，不好意思。我们给你找到一个特别合适你的女生哦。真的吗？我们去看一下。你喜欢运动吗？我比较喜欢打篮球。打篮球是吗？哇塞，那真的是绝配，走，那我带你去见她。我想要住进你心里。你有着比你强的，他声音蛮好听的，吸引力想和你爱，是不是专业的呀？你猜，他是不是长得也挺帅？和你就不和你，你的冷傲都被我承包，你要接受无理取闹。能快一点见到他，有点迫不及待。空气都变甜了。我带你去一个神秘的地方，让你们见面。见到他我再带吧，怕把我发型压乱。可以啊，没问题。那我们现在坐车过去吧。你在玩什么？我在玩梦幻西游啊。哎，真的吗？我也在玩，你看一下。我看一下，比我还菜。哦，我跟你说，我最近参加了那个网易大神和梦幻西游联合推出的一个叫《梦幻同人视频》的挑战赛，你要去帮我投票哦。在哪里啊？我帮你投票。就是在评论区啊，你打开评论区下载网易大神，在那个活动详情页就可以给我投票啦。你看是这个吗？我看看，对，就是这里，按这个。好，那我现在帮你投票。而且我跟你说，现在投票还可以领福利呢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大家都要来帮我投票哦。投票啊。怎么还不来？快来了。哎，不可以转过去。是不是骗我？没有，怎么可能？来。好，贴上，感受对方的温度。右边的女生叫珊珊，今年20岁，对吧？然后星座是什么？对她量身定制。你有听到她怎么回答吗？收到。左边的男生叫洋洋，摩羯座，现在数3、2、1哦。然后你们要转过身来，好来，3、2、1。我好像掉进了爱情海里。是否也会有期许？你是哪里人？成都的。你猜他是哪里人？我是他人。你别笑。他刚才看起来那么害羞，为什么说话这么冷的撩嘞？一看就老司机了。那你平常喜欢做些什么呢？打游戏咯，打篮球，还有吸猫。那我家有吸猫。来你家吸了。你在邀请。哇，这么直白。你还有什么爱好吗？他的爱好就是我的爱好。真是高手。我接不上话了。你是几岁开始学撩汉的呀？可能出生就会了吧。我宁愿当你海里面的一条鱼。没关系，我的海里就只有一条鱼。你需要当你的男朋友要满足哪些条件？不需要啊，就摆在那。恋爱里面你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呀？属于比较被动那一种。我也是被动。你觉得他是被动还是主动吗？很明显，其实真的你太得劲了。那我们接下来就帮你们安排一下互动游戏好不好？可以。这两杯水，有一杯是有水的，给女生用嘴叼着，然后女生把水倒给男生，其他东西不可以碰到。3、2、1。我好像掉进了爱情海里，你是否也会有期许？想提前感受你呼吸频率，去体会你所有的情绪。过十分满分，你要给他打几分？10分吧。直接满分啊？对啊。这么喜欢他，不用过多解释，10分就完了。我给他打9.5分，很高啊。你觉得会跟他要联系方式？会啊。你自己主动就会吗？不需要我帮忙吗？我主动就可以了。那我要告诉你们，你们两个给双方打分都很高，所以呢，你们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算是配对成功了。这么刺激吗？是，你们是不是应该主动做一些什么？来，不用说，微信吧。我在跟你说一个震惊的事情哦，他想把你的照片放成他的壁纸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不要音乐，求爱一世的第一期男嘉宾，你有信心吗？
有啊，肯定有，必胜。必胜，这年轻人，这是我给他准备的一个礼物，也是我的杀手锏。杀手锏，帮我准备一点纸巾给他，我怕他会哭。吓哭吗？还是啊？不不不，感动到哭，感觉你自信心爆棚啊！必须啊！不要让我们失望啊！好，不会的。哎，来了，就是他。你别激动好不好？对，低调，就今天主要是陪他过来见你。哦，那这是给你的，生日快乐。这是什么？今天不是你生日吗？我专程过来给陪你过生日的。大家看一下嘛，他刚刚说的可神秘了，就说一定要给你第一个先看，我们想看都不给我们看的。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？你们不知道这个摩天轮，他从高中的时候特别喜欢，他最喜欢的手机铃声陈奕迅的摩天轮，你知道吧？然后他手机屏保都是摩天轮。我们高中毕业的时候还去了那个亚洲最大的那个摩天轮，在南昌那边的，这个是我亲手做的，挺特别的，谢谢。我们要不要换一个地方好好聊一聊？感觉你们应该也很久没有见面了吧。我听说男生今天是从安徽马鞍山来见你，你见到他开心吗？嗯，挺开心的。大学毕业我就来了深圳嘛，他留在老家。是老乡是吗？对，高中同学。认识多久了？五六年了。既然认识这么久了，有没有考虑过和对方在一起啊？有啊。没有。没有吗？我觉得我应该有很明确的拒绝过你好几次了吧。我不记得你有很明确的拒绝过我。等一下，让我理一下啊。就是男生，你为什么觉得他和你有可能？我们已经互相见过家长了呀。见过父母？对啊。不是，小姐姐，你听我说，当时是这么个情况，他妈妈做饭很好吃，他邀请我去他家吃饭，我妈妈礼尚往来请他到我家吃饭，这怎么能叫做见过父母呢？就是做客是吗？对，就是普通的做客。那个情侣杯是怎么回事啊？情侣杯？不是，那个只是新城市被你们知道的哈。当时就你很喜欢我，只是朋友嘛，我又不好意思拒绝，我就给了你啊。那也是你送的呀。那你天天管着我是怎么说？管着你？对，他每天有会发信息给我说不要抽烟，不要喝酒，不要熬夜打游戏，都是你管着我啊。我这只是普通的关心啊，小姐姐，你跟同学好朋友之间玩的就很正常的关心问候，不算管着吧？我也觉得挺正常的。好，如果这是管的话，那么很抱歉，我给你造成了误会，很抱歉。你是真的觉得你和他没有可能吗？对，你还记不记得有一年你下楼把我喊出去跟我表白，我怎么回答你的？我记得啊，你妈妈说我们两个性格不合适，可是那是你妈妈说呀，又不代表我们，我不在乎这些。哎呦我的妈！我现在告诉你，它不是字面意思。那是什么意思？我妈没有说过那样的话，够直白了吗？我们今天的求爱仪式，你还有最后30秒可以跟女生表白。好，你听我说，我喜欢你，我知道你可能担心我们不能经常见面，但是我愿意为了你来深圳啊！我相信我们一起努力，我们可以的。你给我一次机会吧。你说完了吗？说完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喂。哦，我看到你了，你拿过来。对不起，我真的有急事。谢谢。给我一次机会吧。你能不能不要再闹了？你回去吧，好吗？岁岁。他霸占了你的心中，属于我的角落，所以你说我们不是你和我，是我想太多。你总这样说，但你却没有真的心疼我，是我想太多。
这样说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安慰我的理由。这是我们特邀男嘉宾，他因为疫情原因就准备留在中国。在那个油管上面看到你们这个节目嘛，女孩子都很好看，特别可爱，而且特别温柔。我已经帮你找到那个你想要的，1.7米以上，活泼可爱，然后很调皮。你确定要调皮吗？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请问是单身吗？是，怎么了？是男生，要不要配对？哦，不行不行，我不行，他可以。喜欢什么类型的？要高，要白，要会打篮球。外国人你可以接受吗？外国人长得帅的可以。那我们现在帮你找怎么样？现在啊，我们赶时间，咱约了吃饭。对，我明天在这里见面好吗？好啊。我帮你找一个，然后你过来见我们。好啊。我申请发过去啦。好，我现在同意，你先同意，你先通过。Hello， 今天看起来很跟昨天不一样哎。那肯定啊。现在就可以看他了吗？你要先唱歌哦。要唱中文歌吗？对。哇，这个很难哦。你觉得你唱歌水平怎么样？我的音乐你不用担心。在我的怀里，在你的眼里。这哪儿口音啊，我的天。那里吃饭吃醉，不像中国人啊。绿草如茵，月光把暗恋。哇，他这么好听，怎么不想见我的感觉？两个人的篝火，声音太可爱了，照亮整个夜晚。多少年以后，如云漫游走。换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。应该很高吧，然后很黑。很黑。对，因为他的声音很厚。带上这个小恶魔。转过来 OK。不能看啊。左手边呢是我们今天的男生小爱。那右手边是我们的女生叶儿。好。现在我数3秒，你们就可以见面了哦。3、2、1。有你在身边，我会更爱的一点。你是微笑里的甜，还是眼泪里的咸？他的是名字叫 Alexander。 嗯，你在说什么？你好，我叫 Alexander， 是我名字，可以叫我小爱。你们对对方的第一印象是怎样的？就语言匮乏，就是挺帅的，美剧里的男主脸。你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混血吗？看得出来，长相有点偏新疆气质。说是哪儿混哪儿的。我就是俄罗斯混中国新疆的。女生是有谈过恋爱的吗？没有啊，我母胎 solo。 母胎 solo 你知道啥意思吗？有吗？当妈妈了吗？哎呦我的妈！你可以教他一句，教我一句俄语。嗯，我教你一句简单的。好。耶六六提遍。耶六六什么？耶什么？再说一遍。耶六不六提遍。耶六不六提遍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喜欢你的意思。那你也跟我学句东北话，老妹儿处对象吗？老妹儿是兄弟的意思吗？老妹儿就是美女。那你有吃过臭豆腐吗？没吃过，但听说过，但一直都没敢吃。我们给你们准备了夜宵。什么夜宵？你们闻到了吗？闻到了没有？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臭豆腐。那你尝一口。哎呀，哦，不行，太臭了，真的。就一口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是你想象的味道，不好吃。好吃。生蚝的味道，对不对？10块钱吃出了几十的感觉。对他满意吗？嗯，非常满意，特别好。我满分是10分，你给他打几分？9.9分。为什么是9.9？长长久久。哦，这个意思是吗？对。
8.5吧，鼻子很高，嘴也很好看，眼睛也很大，脸型也很好看，全是颜值。有点害羞，没有放开，没有放开。由于你们刚刚给对方的打分呢都是在7分以上，所以你们今天就配对成功了。你给我打多少分啊？9.9分。我差那0.1，我是差哪儿了？没有，人家说9.9在中国的意思是长长久久啊。公主抱可以吗？我那好吧，啊，因为公主她穿的裙子不太适合，还是抱抱。哦，她好贴心哦。那你们就准备拥抱吧。要倒数吗？啊，直接抱吧。你是微笑里的甜，还是眼泪里的咸？为何这个味的我最想念？我还挡脸了啊。你是夏天里的雪，还是白昼里的月？是我从没体会过的感觉。怎么样，体验如何？为什么刚一直遮着脸？你问他。你问他心里在想什么？嗯，就想着以后，以后啊。我想要你，要你想要的嘴角，把你流过我的全都吹掉。假如我成功呢，你就亲我一下；假如我失败了以后呢，我就请你喝3杯奶茶这样子。但是现在你还没看到这个魔术的效果嘛，所以我现在暂时，到某一个环节以后，我才会告诉你我们的这个就玩不玩这个游戏。OK， 是这样子的，随便抽一张牌。也要给他们看，都不要给我看。这最后一张。OK， 来给他们看。OK 了吗？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吗 ？OK， 可以了哈。OK， 然后这张牌我放到一个地方，然后随便去切一下。是这样子的，等一下我会一张一张牌去翻出来，里面可能有你的牌或者是没有，无论有没有，你也不要告诉我。然后我现在要需要一只手，是他的手。OK， 一只手 OK 吗？一只手 OK 的。OK， 那我们现在一张一张牌翻出来。OK，这张不是，这张不是。好，两只手吧，我怕等一下不够用。这张也不是。OK， 这张也不是。然后第三张也不是。有点紧张还是好的，第四张不是。 OK， 好，第五张不是，我感觉第六张会是，所以你伸出你的手给我。 OK， 没错，这张牌就是你的牌。OK， 现在我要问你了，那只手盖住。我们刚才那个还玩不玩？那个就是说我成功了这个魔术，然后你就亲我一下，输了的话我就请你喝3杯奶茶。这样那你说啊，这不是啊，输了吗？奶茶。OK， 行，刚才你的牌是什么牌？哦，就是这个呀。嗯，给大家看一下。 OK， 是他的牌吗？那所以呢，你看一下这里面有没有你的牌。好的，刚才他说我输了，那 OK。 真的要亲吗？没有没有，开玩笑，只是个游戏。这个算了，我还是兑现承诺了。你别笑。真的吗？哇哇，脸都红了。我感觉你越来越开心了。开心开心开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畅畅姐姐，休假了。今天我们在深圳的会展中心，让我们去看看能不能凑一对呢。 Let's go。 Hello， 你好。好吧，太扎心了。没关系，我们来赌一下，我今天会被拒绝多少次。嗯，我看到一个漂亮的小姐姐，你好，我想可以采访一下你吗？好，谢谢。问一下你是单身吗？是。哦，那你喜欢什么？是单身。你有兴趣要参加吗？看到一个小姐姐。Hello， 小姐姐，不好意思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马上就好。拜托了。我想请问一下，你单身吗？我单身。单身，要不要来跟我们参加一下我们这个游戏？你先说你喜欢什么类型吗？开朗一点的，不要太闷，性格外向一点的，身高170左右吧，不要太高，因为我很矮。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吗？我喜欢看电影，做手工。会做什么样的手工啊？是耳环呀，还有手链那些。那我帮你找到了，你可以帮我做一个吗？你找到我给你做两个。可以可以可以。为了这个手链，我今天必须帮你找到。那在这之前呢，想邀请你先唱一首歌，可以吗？
谢谢。如果说我们帮你速配到一个女生，你会愿意吗？我觉得不太好吧，还是两方要有一定的了解会比较好。我要找的白白净净阳光。Hello， 小哥哥你好，你好，可以采访一下你吗？可以。想问一下，有没有女朋友啊？没有，行，我很久没谈恋爱了。那你喜欢什么类型？可爱甜美一点吧。我跟你说，那个女生就是你喜欢的这种类型。待会我带你去见她，好不好？这么快就见吗？行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有什么兴趣爱好？哦，我喜欢唱。那你唱一首好不好？我听一下女生的声音。可以试一下。后来的你，哎，好听哎，感觉是个很暖的人。各自随着霓虹灯明灭。恍然会想起那一场盛世，声音好甜啊，感觉是很温柔的女生。幻觉，我爱过的人，你在那座城，试过的安稳，还是浮浮沉沉，而时光残忍，面目全非。曾经的我们丢失了单纯，还笑彼此天真。你觉得他会是你的理想型吗？我不知道哎，不过我希望是。先给你送上我们的经典小道具，先带上它吧。不是你的爱情好像马上就要掉了，好像有点，马上转过去。好，站好。好，来，宝宝给我吧，可以再靠近一点点哦。好，可以。我感觉好像我倒计时三秒钟之后转身，三、二、一，转身。哈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怎么握着这个手不肯松了是吗？你好。你看那个人像你吗？像谁啊？他。所以你现在已经觉得看什么都像他了吗？啊，没有呀，没有。我叫毛毛。他跟你想象中的样子是一样的吗？一样的，就是只是刚开始看着有点腼腆。你骗人，你真的跟你想象中的一模一样吗？就差不多嘛。男生呢？我叫佳佳。我喜欢唱歌。觉得他刚刚唱的好听吗？好听。那你用一句话形容一下你听到他的声音。开口贵，我会夸、啊。那你不夸一下女生吗？一开始就一直说她可爱啊。我没有听到、啊。哪里？我一开始一直就说。哎，可是我听他们说，只要觉得女孩子就长得一般，都会夸她可爱哎。有的人是觉得可爱是最高的评价。你对她已经做出了最高评价是吗？你们可以这么想来，你要这样套进去我也。可以。你觉得刚刚那男生怎么样？还不错。只是还不错吗？那你给他打几分？六分吧。为什么？因为感觉还不错，然后我又喜欢数字九，然后就打了九。你觉得他怎么样？觉得他就是蛮可爱的呀。蛮可爱的。那如果打分的话，你会给他打几分？满分是十分，七分以上会有终极挑战哦。六分吧。六分？为什么？因为就是比较可爱而已，就可能比较适合当就是妹妹类型。那你不是说你喜欢可爱温柔类型的吗？所以不是这种类型的可爱。对对对。好可惜哦，因为你们其中有一个人打了七分以下，所以其实算是配对失败。你跟我打了多少分？我打了六分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就是其实可能也是刚认识不久，但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啊，就可以慢慢了解嘛，对不对？我加你个微信吧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就你们以后可以多多联系，就当交个朋友，交个朋友，好不好？交个朋友。那我先走了。你先走了吗？好。确认你是单身 哦，真的单身？我发誓我是单身。好，如果你骗我们一辈子单身。好。你有没有对什么东西过敏？没有。怕虫子？心脏可以，但是我接受不了被吓。今天既然你自己报名来参加我们节目，你就要发誓你要配合参加我们的全部的流程。我发誓全力配合你们的流程。我发誓一定配合你们。好恐怖。哇，怎么有这么多人叫？在哪里啊？我闻到了爆米花的味道。电影院。来来来，
啊，我告诉你方向，对，这样子在背靠上。呀，现在我数三二一，你们转身握手啊，三二一。在哪儿啊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好，现在可以取掉眼罩，来看一下对方。你是微笑里的甜，还是眼泪里的？你好，你好，我叫起点，我叫虎虎。虎虎，我们现在可以转身看一下背后。哇，走这么快！哇，我们来玩这个。对啊，这是中国第一座惊险之塔，不玩的话惩罚是什么？可以不玩吗？亲对方一口啊。太过分了。你是不是比较想亲？我不是很想玩，我只能说我不是很想玩。这年轻人，我操，哎，你脚碰不到地。你不害怕吗？不害怕。害怕吗？哦，你出汗了，你手出汗了。要开始了，等一下舞蹈起。哇！手怎么那么多汗呀？抓抓抓抓抓的抓的，不好意思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也是很多汗。你的表情跟刚才不一样。怎么样？我有点在抖，还要再来一遍吗？我还啊？你说什么？你的发型好像变了很多，腿脚也不利索了。牵着手做太空梭的感觉怎么样？牵着手，手汗比较多。可能有点尴尬。你觉得他刚才坐你旁边，你有安全感吗？他叫的比我还大声，他手握得好紧啊。我现在给你们一个机会，就是可以互相问对方一个问题。你有什么不吃的吗？我不吃葱，不吃姜。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啊？以后可能会在一块吃饭嘛，对不对？是吗？不是，我。你愿意给他这个机会吗？可以一起出去吃饭，可以。假如你谈恋爱的话，你家人不同意这个女生怎么办？家人的意愿我会听，但是更多还是遵循我自己的意愿吧。我一定会坚持的，如果喜欢的话。OK， 你觉得十分满分的话，你要给他打几分啊？八分吧，整体还可以啊。我以为他会问我一些关于感情类的问题。然后没想到他就问我不喜欢吃什么，就还有被惊讶到啊，就是还挺细心的那种。你为什么会问刚才那最后一个问题啊？上一段感情他家人不是很同意耶，他后来也没有坚持住，所以我们就凉了。9.5吧，性格也很棒啊，然后聊的感觉也还可以啊，长得也很可爱啊。那你觉得会跟他有接下来发展的可能性吗？我希望有吧。给对方打分都在7分以上，所以有个终极挑战。你是什么星座啊？我天秤座。来，这个天秤座的给你，你要按照上面的提示去做哦。啊，应该可以吧，我试一下吧。7年。哎，我脚好酸。那我抱你。他只是经过你的。我腿不酸了。三二一，感觉怎么样？不知道怎么说。对，很激动，已经开始脸红了。我现在要倒数5下，如果你愿意和对方开始恋爱关系的话，你就转过身去好吗？5、4、3。他曾说的话有没有兑现？他现在又站在谁的对面？谁又让你站在暴雨中的街角淋的整夜？曾被他光顾的。女生没有在5秒结束后就转了。你是还没有做好准备是吗？也很好啊，做朋友了，我开始的话也很不错啊。
好了。如果你们也想要参加我们的 CP 配对活动的话，记得去私信我们哦。